请掀开经本，科会第25面经文第五行看起。文明俱生，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这一小段有一首偈，四句。这个四句是弥陀大愿的核心，也是整个无量寿经的关键。不仅是弥陀普度设法界一切众生，同时也是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唯一途径。48愿全是这四句偈的开言。古时候善导大师所谓48愿，愿愿都是归到念佛法门。弥陀的名号具足无量意，无量寿，无量光，无量清净，无量庄严，无量智慧，乃至于无量的无量。古德告诉我们，无量光是表自性本具的无量智慧，无量寿是表常住法身。所以名号含摄一切法，我们常常听人说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句话说得非常真实，可是对我们初学的人来讲呢，我们听到之后总觉得这一句的说法太含糊太笼统，使我们初学的人摸不到边际。
这才需要世尊49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都没有离开无量寿啊！诸位要记住，无量寿梵文称阿弥陀，是我们真如自信的德号。古人讲啊，他表常住法身呢。这个话说得很恰当，说得很圆满。我们从隋唐诸大德，包括当时高丽日本来到中国留学的这些外国的僧人，他们都肯定世尊一代十教49年所宣说的。一切经教当中啊，华严最为圆满，所以无论是哪一个宗派，无不尊华严为根本法门，而一切经皆是华严眷属啊，好比这个一棵大树啊，华严是这个树的根本。世尊49年所说其余一切经教，就像这个树的枝叶一样，都是从根本生出来的，都是来宣扬根本的道理。而这个根本的根本就是无量寿。从这个地方显示出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说得更具体一点，48愿就是这一首偈的说明。这一首偈的注解呀，而全部《无量寿经》这是48愿的注解，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也就是《无量寿经》的注解。而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是《大方广华严经》的注解。我们从这个地方再归纳下去，啊，一切经归纳是华严，华严归纳是无量寿，无量寿归纳
是48愿，48愿再把它归纳起来，就是这四句啊。这才知道这四句偈说明念佛法门。我们这个课题闻名俱生啊，这样才把名号功德为我们显示出来了。那么由此可知，念这一句六字洪名，就等于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都念尽了，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一是什么呢？南无阿弥陀佛。一切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大家能看得到的佛教大藏经啊。大藏经是一切，一就是这一句六字洪名啊。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知道的人不多啊，果然明白了，果然知道了，哪有不死心塌地念佛的道理啊？一不念佛，念什么呢？啊，你念经，你念咒，你念什么，都是那一棵树上的枝枝叶叶。一念阿弥陀佛，念这棵大树的树根。我们这才真的搞清楚了，真的搞明白了。所以古德常常勉励我们，死尽偷心，老实念佛。偷心是什么？投机取巧，不老实啊！真正老实人，一句名号念到底，你就成功。这几天有许多同修从各个地方来。你们有从甘肃来的，有从丹东来的，有从沈阳，还有从大连来的。那么从其他国家地区来的同修都很多。你们从东北来的，大概都知道长春白果兴隆寺有一位常慧法师许多人都知道他了。他没有念过书，他不认识字今年60多岁，是一位老比丘尼，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念成功了。他究竟念到什么样的功夫，我不敢说，我跟他没见过面，但是从传说当中，我推想到最低限度，他已经真正念到功夫成片的
上乘功夫，功夫成片也有39品的。有这样的功夫，生死就自在了。这个世间有缘，可以多住几年；没有缘，想什么时候往生就什么时候往生。这是诸位看到的现在的一个人呐，还有一些真正有这个功夫，或者比这个功夫更高明的，他不显露啊，没有人知道。佛法绝不表彰自己，真正有道行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谦虚、卑下、恭敬。真正有德之人啊，清末民初一直到今天，我们在《往生传》里面看到的，在古人笔记里面所见到的。修行确有成就，往生瑞相稀有。欲知实质，站着走的，坐着走的，其中有不少啊，都是不认识字的。也许一些同学听到了，感觉到奇怪啊。其实我们仔细想想，不无道理。古德常讲啊，老实人有成就啊。哪些人老实呢？上根立志的人老实，所谓是一闻千悟啊，这种人老实。第二种人呢，下愚之人老实，他没有文化，没有念过书，叫他怎么做，他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做。他没有妄想，他也没有分别，他也没有执着。这两种人最容易成就啊。当中一大段呢，是最不老实的人。妄想多，分别多，执着多，意见多，麻烦了。劳累诸佛菩萨、祖师大德苦口婆心的劝导，还是很不容易回头啊。哪一天他真的把意见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舍去了，那就是他成佛的因缘成熟了。来自台湾的同学非常关心
沿岸的变化。可以说是身心都不安稳了。那么住在其他国家地区呢？你仔细想想，又何尝不如是？今天是两岸有危机，说老实话，全世界有危机啊！不仅仅是两岸啊，危机从哪里来？佛告诉我们，中国古老的祖先也是这样告诉我们：是从一切众生不善的心、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造成的呀。学佛首先要通达因果的道理，事出世间法总不出因果的定律，这是真理啊。佛法也不能超越，《大方广佛华严经》讲的是五洲因果，《妙法莲华经》讲的是一尘因果。所以，佛法因缘生呐。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才真正懂得世尊在《金刚经》上教导我们：“法上印实，何况非法。”啊，法是佛法了，那个实就是不可以执着，不可以分别，不可以执着。为什么呢？因缘生，不是真的。如果我们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分别都不执着，我们就成功。就入诸佛如来的境界，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你就见到了。诸法实相啊，这个宗门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佛跟凡夫的差别，凡夫堕落在妄想分别之中，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除此之外，没有两样啊！我们在一生当中要想成就，一定要走老路。诸佛如来他们走过的道路，这个路是破迷开悟的路，是超凡入圣的路，决定没有差错。一个方向，一个目标。
至于你怎么个走法，方法就太多了。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法就是方法。门是门禁的，方法门禁很多很多。佛菩萨过听即变，你喜欢用哪个方法都行。只要方向正确，这个路啊没有走错，早晚一定会达到目的地。所以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是真话了。再说呢，法门也没有难易。难易在忍啊，不是在法嘛。法是平等的，人不平等。所谓的人心不平呐，各如其面。我们每个人相貌都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我们的念头不一样。我们为什么会长这个相貌？为什么会长成这种身形？看看这个世间芸芸众生，个个不相同。佛告诉我们了，这个原因是心想意故，我们心里想的不一样嘛，对人、对事、对物的想法都不尽相同。如果我们将这些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放下的人跟另外放下的人，给诸位说，相貌就相同了。佛佛道同啊，在十法界里面，越往上面去，这个相貌就越接近。到成佛是完全相同，菩萨的相貌大同小异，那个小异我们没有办法辨别，所以我们看到菩萨的相貌都相同，为什么呢？心想相同，他想他什么都不想了。什么都不想就一样了吧，就完全相同了吧。如果还有想，想的决定不相同。所以佛的容貌是完全相同的。那么也许诸位要问，佛的相貌是相同的，我看过好多佛像啊，都不相同。佛像是人造的，人心不同，造出佛像也不相同，就这么个道理吗？真正的佛呢，那佛像是相同的。
我们细想啊，这个道理啊，理要是明白了、通达了，在事相上就不会疑惑了，断疑生信的。那么我们在《无量寿经》上啊，在48愿里面看到，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相貌都相同。体质也相同，人人皆是紫摩真金色身啊！为什么会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相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一切分别执着妄想啊，都放下了。大家心里面都想阿弥陀佛，口里头都念阿弥陀佛，那自然相貌就一样了吧？只有这么一个念头吗？念的是阿弥陀佛吗？这是我们自己的成就啊！自己成就之后，决定不会自私自利，决定不会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享福去了，没这个道理。必定跟阿弥陀佛一样，跟诸佛如来一样，到十方世界去普度众生啊。不必要人劝你，也不必要人派你去啊，自自然然就去了。像诸大菩萨一样，众生有感，你自然就应现。应以什么身得度，你就现什么样的身相。大家念过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都知道观音菩萨32应呐。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圆满具足32应。这是净土，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呢？经上说得很明白，西方世界四土，凡圣同居土，烦恼习气没断呐。如果修学其他法门，依旧在搞六道轮回。连六道都出不去。换一句话说，谈不上成就啊。果报顶多人天福报而已。没成就啊。即使生到方便有余土，也只是执着放下，分别妄想没放下。要用佛经的话来说呢，见思烦恼断了，尘沙无明没断，
虽能超越六道，出不了十法界。还是不行啊！必须是十报庄严土地往生的人，那个没话说，那是真正有成就的，超越十法界，净宗殊胜。于此可见呐，我们要舍弃这个法门，修学任何法门，必须要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才能出头。但是实实在在讲，这两种烦恼。决定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断的。所以我遇到一些大德，包括明清那些祖师著述里面，我们常读到啊。如果没有持名往生的这个法门，我们不地凡夫啊，实实在在是没救啊！我们读了这些文字，听别人这么说，回来。冷静的去想想，他们讲的一点都不错。可是净宗所谓是一行道，一也不是那么，不是想象当中的容易呀，不能搞错了。是比较其他法门容易，其他法门要断烦恼，净宗叫你伏烦恼，伏比断容易。如果我们的烦恼伏不住，这一生就去不了了。一定要知道。一定要记清楚，这个话佛说的，不是一般人说的。烦恼要扶住啊，烦恼的根没有断呐，但是它不起作用。古人有个比喻，比喻得很好，石头压草，没有出根呐。把它压住了，它不起作用了。但是石头要是拿掉了，它又长出来了。这比断烦恼实在是容易太多了。如果我们希望在这一生当中成就，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首先呢，要把轮回放下了。怎么放下轮回呢？放下轮回心。轮回的心是什么？见思烦恼，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思想，造成六道轮回。
所以讲见思烦恼啊，见烦恼是见解上的错误，思烦恼是思想上的错误。你要不把见思烦恼扶住，不让它起作用，不让它起现行，我们念佛，这个声声佛号啊，就像现在无线电波一样啊，跟阿弥陀佛就相应了。我们这个电波发出去，跟他那边就接收到了，彼此真正做到了感应道交，通了。现在我们念佛，天天念，念了几年，念了几十年，这个消息不通啊。不通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烦恼没有扶住，所以不通。烦恼里面第一个最重的根本的根本，我常常在讲习当中跟大家报告啊，这是什么？自私自利。我这个说法大家好懂啊，佛经上的术语叫身见，身见就是自私自利啊，一切都为我完了。我们今天断烦恼也好，服务烦恼也好，都要懂得从根本上下手。宗门讲从根本修，教下不例外啊。我们念佛人服烦恼啊，也要懂得一个道理，无论修学什么法门，要从根本修。首先要扶住我见，换一句话说，首先要拔除自私自利，这个东西害死人呐！啊，学佛，学念佛法门，一天到晚拿着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求愿往生，最后往生到哪里去了？往生大悲地狱，这怪事情啊！我在做学生求学的时候，跟李炳南老居士我念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疏钞，这个疏钞是前清乾隆时候灌顶法师啊，慈云灌顶法师做的。他在疏钞的后面举出念佛100种不同的果报。第一个是堕阿鼻地狱，最后一个上品上生。我感觉到非常惊讶了，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怎么会念到阿鼻地狱去了？我特别向李老师请教，我对这个有疑问，念佛再不好也不至于堕地狱嘛。李老师听到我提出这个疑问呢，他说这个疑问这是大问题，我不跟你一个人说，
啊，讲经的时候提出来给大众来讲经。怎么念佛念到阿鼻地狱去呢？自私自利的念头太重了。虽然念佛求生净土，念念没有把自私自利放下，日常生活当中还是给人争名夺利。啊，原来是这样的呀！口念弥陀啊，那个心里头啊，名闻利养、贪嗔痴慢、是非人我，一样都没放下啊。那这当然堕阿鼻地狱，那没话说了吧？我们从这个地方得到一个很大的启示，而后才晓得念佛不是口念，口念没有用啊！难怪古人常讲“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啊，念佛要怎么念呢？再想想那个念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念是上面是个经啊，下面是个心哦。原来念念字的意思是现在的心，现在心上有佛，这叫念佛，不一定在口里头啊。心上真有佛，心上没有佛，口上有佛不管用，一定要心上有佛。心上有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呢？如果只念这一句佛号，不懂他的意思，不能成就啊！啊，那也许诸位要问呢，有很多没有文化的人，啊，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没有听过经，啊，佛理、世间理他什么都不懂，哎，他念佛念没多久，他真的往生了。佛接引他去了，这是怎么回事情呢？仔细去观察他，原来啊，阿弥陀佛里面所含的意思，他通通做到了，所以他能往生啊，他没有妄想。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啊，没有自私自利，没有是非人我，没有贪嗔痴慢，啊，处世待人皆无一片慈悲，这个虽然没有学过。他起心动念跟佛就相应了。你要不相信，新加坡还有一位许哲居士，没有闻过佛法，他也没有念过书，他是到四五十岁才发奋用功，到处向别人请教，啊，这样才能读书啊！没有接触过佛教，
他的一生，起心动念，生活行为，佛家所讲的，他全做到了。他是最近这个一年多才看到佛书，看到很欢喜，天天在读。我去访问他，他问我，他说我可不可以做佛弟子？我说你是标准的佛弟子啊！无戒十善呢，要打分数，他应该得100分的，一丝毫的欠缺都没有啊！据他发心了皈依，我不但把皈依证送给他，连无戒证都送给他，他圆满了吧？这个人是口里没有念阿弥陀佛了，心里全是阿弥陀佛，一生吃常素，一生没有发过脾气，一生没有怨恨过一个人。你看看他不是菩萨是谁呢？李牧云居士问他，你在社会上做事情，也遇到很多恶人、恶事，你怎么对待？他说：“同事嘛，他一定呢自己认真去反省，我自己做得不够圆满，让别人不欢喜。”从来没有说怪过别人，他能够回光返照，反省改过自新。外面这些恶人恶事呢，不是跟自己共事的呢，他完全没有放在心上。我看到这个社会上的恶人恶事，就像我每一天出去在马路上看到路上来来去去的陌生人一样，没有放在心上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没有看到？看到了，没放在心上，视而不见。所以他的心行纯善，儒家讲知愚至善。那是个菩萨示现，不是普通人呐。教导我们，做出来给我们看，断恶修善是能做得到的，不是做不到啊。就怕你不肯做，你要肯发心做，哪有做不到的道理？他能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我们今天最大的缺点，天天看别人的过失，天天猜别人的过失，别人没有啊，也把他想成有。是冤枉人啊！这个自己在造业，这样的人念佛怎么能往生？那当然不能往生。所以李炳南老居士讲啊，该怎么堕落还是怎么堕落，该怎么轮回还是怎么轮回。
谁念佛有堕地狱，有堕恶鬼，有堕畜生。我们要懂这些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应该怎样修学？我们自己的业障最大的业障，刚才讲了自私自利，自私自利里面最严重的贪心呐。从贪心里面贪得了，于是就吝啬了。贪不到呢，就生嗔恚呀，生嫉妒啊。由于嫉妒嗔恚，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那么既然造作罪业了，就不能没有果报。事出世间，真相说穿了啊，无非是因缘果报而已啊。所以佛家常讲啊，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因果何以不空？因果转变不空，这个转变是刹那在转变，念念不住啊！因果相续不空，因果循环不空。佛对于这些事情了解的最透彻、最清楚，劝我们修善。劝我们断恶，那么我们念佛发愿求生净土。佛在这个经里面一开端教导我们基本的修学方法，我们有没有做到？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如果你念佛求生净土，还天天说别人过失，你将来往生哪里呢？往生拔舌地狱，决定不是极乐世界。天天挑拨是非，果报在刀山地狱、油顶地狱啊，哪里能往生啊？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这个三句基本的修行方法，就是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是什么呢？是净业三福、地业福的落实。佛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教导韦提希夫人求生净土的方法，一开端呢就讲净业三福啊，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四句话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根本。佛法是什么？佛法就是孝亲尊师。从这个地方开始，也到这个地方圆满。孝亲尊师做到圆满，这个人成佛了。孝亲尊师绝不是在口头上挂住的，要落实。落实在哪里呢？落实在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所以佛家常讲啊，慈悲为本呢，方便为门。你看看头一个，慈心不杀，那是本呐。不但不杀害一切众生呢，那叫一切众生生烦恼，你的过失就生起来了。真正具足慈悲心的人，决定不会令一切众生因我而生烦恼。世间人情事理，变幻莫测。我们跟人相处，常常惹人生烦恼，这是免不了的。什么原因呢？无量劫来的业因习气啊，我们跟人往来都是有因缘的，没有缘，决定不会相逢，不会相识。只要是相识相逢，都有缘分，这个缘分很复杂，很复杂。佛在经上将它归纳为四大类：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我们跟一切众生接触啊，总不出这四大类啊。无量劫来，我们跟无量无边的众生结下这些善恶缘呢，遇到之后怎么会好过啊？啊，不觉悟的时候怎么样呢？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就麻烦在此地。觉悟的人就好办了，啊，像许哲，这是代表一个觉悟了。觉悟遇到一切不如意，不要怪他，回过头来反省，确实我做的不够好，我做的为什么叫他不满意？啊，如何自己改进？绝不责怪别人。佛门有一句话说：“回头是岸呐。”回头什么？不要看别人，看自己。啊，不要怪别人，要怪自己。啊，我们自己才有救啊，自己才能得度啊。如果都以为自己没有错，错处都是别人，你这一生呢？往生没指望了。啊，你这一生呢，肯定还是搞三途六道。念佛念得再好，只是给阿弥陀佛借个缘，阿赖耶识里头
落一个佛的种子。这个种子虽然是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可是李炳南老居士在《无量寿经》每一注上写得很好。难免常劫轮回呀，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心，这个法门不容易遇到。经上常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开经记我们天天念，百千万劫难遭遇啊，这都是真话了。我们这次机会错过了，下一次再遇到可能又是百千万劫。那这个百千万劫在三途六道里头轮回，那个苦可受足了。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地方，警觉心呢，自然就现起，自然就能提起，彻底改过，真正回头。过去对不起三宝，谤佛、谤法、谤僧，干的是灭佛法、破活活僧，这个都是阿鼻地狱的罪业。只要我们现在一口气还在，这口气还没有断，就能够忏悔，就能回头。要真忏悔呀！不要顾得面子难为情，那个没有用处，那还是要堕三途。过去我谤三宝啊，我怎么忏悔呢？回过头来，我要赞叹三宝。过去我破活活僧，现在我要拥护活活僧，这个叫真忏悔呀，不是在前佛前面祷告祷告，我忏悔，我错了。在外面对人家一句话都不讲，这个没有用处的啊。所以忏悔，佛家叫发怒忏悔，坦白向大众宣布，自己错了，从今以后我改过自新，这才算数啊。别大众面前顾到面子，要面子不敢讲。佛菩萨佛像面前嘀咕嘀咕嘀咕半天没用处啊。修忏悔法都不晓得怎么修法了。必须把自己的过失说出来。所以我们在前几个月在报纸上看到罗马教皇教宗对全世界的人忏悔啊，说天主教徒，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在过去1000年当中做了许许多多的错事，特别是歧视其他宗教，他说出来了。希望下这底下这个1000年当中改过自新，要向其他各个宗教学习，这个了不起啊。我们中国古人常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所以我们在观经里面看到阿舍世王造无逆十恶之罪，他在临终的时候真忏悔，真正的改过，他念佛往生，上品众生呢，我们读到这个经文都非常惊讶，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浪子回头金不换，他是个坏孩子，但是他今天真的知道改过了，真的回头了，那是个真好人。古时候在印度，天亲菩萨早年学小乘，毁谤大乘，以后接受他哥哥的教诲，觉悟了，向佛忏悔，拿着刀准备割石头他哥哥止住他，你割石头干什么？我错了，说了好多坏话毁谤大臣。他哥哥说了，你过去用舌头毁谤大臣，你今天何不用舌头去赞叹大臣呢？他一下就明白了。所以造无百不论赞叹大臣，这叫真忏悔啊，行动表现啊。我们看近代的欧耶大师、印光大师，年轻的时候读儒书啊，谤佛法，到以后明白了、觉悟了、忏悔，回过头来不但不谤佛法了，还剃头出家弘扬佛法，这个才叫做真正忏悔。我们做错了事情，过去陷害别人，现在真正明白了，回过头来，我要如何来补偿受我害的人，我要怎样去帮助他，这才叫真忏悔啊。没有行动都是属于假的没有行动表现，换一句话说，还没有觉悟，还没有回头，说得再好听也没用处。纵然是发心出来讲经说法，心目当中还歧视别人，想积一点功德赎罪，赎不了的，你的罪业太重了。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呀，真正救度你，你自己要觉悟，你要真回头啊。无量寿经的道理决定要放在心上，无量寿经上字字句句的教诲决定要落实在生活上，要把它做到，这叫做真忏悔。天天念，
你就念上10000遍，你心里头对一切人还有恨的意思，对一切事还有不如意的念头，你没有回头，你没有忏悔，你该怎么堕落还是怎么堕落。佛在《十善业道经》上教给我们，最殊胜、最简单、最明白的开始。我们现在正讲到这一段。所以我看到的是从各地来的许多同修今天早晨没有去参加我们的早会，我把这一段经文推迟推后，希望你们有缘能听到。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无量寿经》上讲的很详细，十善业道经是做了一个总结。佛说，菩萨有一法，能断一切恶道苦，三途六道啊，能永断的。什么方法呢？所谓昼夜，这昼夜是不能间断的，常念、思维、观察善法。那个善法是灌上去的。我们说清楚、说明白一点，常念善法，你的心善了。思维善法，你的思想善；观察善法，你的行为善、言行善。佛后头又加了一句：“不令毫分不善夹杂。”我们今天有不少人在修善，但是夹杂不善太多了，所以你那个善不成立了。善里面夹杂不善呢，把善也变成了不善。古人所谓醍醐，这是最好的饮料啊，最高等的饮料啊，是善呢，里头加了一点毒药，全部都变成毒药，不可以夹杂毫分不善。佛在幕后说明，所谓善法者，即是十善业道。你看《净业三福》里面讲的，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我们行门的大根大本。没有这个基础，念佛法门，你就是把《无量寿经》讲得再好，讲得天花乱坠，也不能完成。一天念10万声佛号，一天讲几部经典，你十善做不到啊，这个里头掺杂着毒药啊。
这个道理我们要好好的想。事实真相、业因果报，我们要细心去观察。然后才真正明了，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怎么会念到地狱里去了？你才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阿弥陀佛没有错啊，你的心坏了。阿弥陀佛是善法了，你心里头种种不善的夹杂不善在里头，不行呐，不允许夹杂的。是这么个道理。我们常常在经典上看到善男子、善女人，这个称呼是对我们的吗？我们自己想想，我善不善？善的标准，最低限度的，就是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经上讲的下品的善男子、善女人。中品的善男子、善女人，那要具足三规，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中品的善男子、善女人，上品的善男子、善女人，还要加上幕后这一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个是上品的善男子、善女人，有条件的呀。不是说我学了佛了，我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自己把自己的身份抬高了，其实什么都不是。佛法有它的标准存在，而且这个标准非常清楚，所以自己一定要认真反省。我这个下品善男子、善女人的资格有没有？如果有下品，决定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中品的善男子、善女人，往生方便有余土。上品善男子、善女人，往生十报庄严土。希望诸位同学，尤其从外地来的，听了之后，回去多多的要给我们念佛同修们说明，不要搞误会了。误会了，这一生念佛不能往生，这是善导大师讲的，遇缘不同，你没有遇到善缘，你没有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修了一辈子依旧得不到善果。那么由此可知，恶不能不断。害人的心决定不能有。厌恶人的意思也不能有。把我们的念头180度的转过来。纯是利益众生，利益社会，护持正法。
我们就决定得生净土啊！啊，念念呢，不再想自己了，念念想别人。啊，过去误会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我们对他们只有一个感恩的心，决定没有丝毫怨恨心。不但没有一丝毫怨恨，他有困难的时候，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一定主动的全心全力去帮助他。啊，务必使我们的心行做到纯善，儒家讲的止于至善，我们的生活才真正幸福美满。我们生活接近诸佛菩萨了，生活在圆满智慧之中啊，不生烦恼啊。我们都谈经，看到慧能大师初次见五祖忍和尚的时候，他跟五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啊，我接触佛教是26岁，第一本看的经就是《坛经》。我看到这一句，我非常感慨呀。回头想想什么呢？如果我要遇到弟子烦心中常生烦恼啊，那人家不生烦恼，常生智慧，这还得了吗？”所以他在黄梅8个月，五祖就把衣钵传给他了。为什么不传给别人呢？那别人大概跟我一样，弟子心中常生烦恼。包括神秀在内，都还在生烦恼。做一手偈子，做了好半天，写出来之后心里还上上下下的，他生烦恼啊，不生智慧啊，不容易啊。念念不为自己，念念为众生，为社会，为正法久住，这个人才会不生烦恼，才是真正生智慧。真正生智慧的人决定天天忏悔，天天改过，天天进步啊！就改进，改过就进步了啊！不改怎么会进步呢？要想进步啊，天天要改过；要想改过，天天要知过。知过就是佛家讲的开悟啊，你真的觉悟了，知道自己过失，改过是功夫啊，你真正在修行。知过而不肯改，虽然开悟了不修行，没用处的。果报还自受。说了这么多的话，意思
还没有说得透啊！我不知道诸位同学听了能不能体会到几分？这个地方是讲念佛了，念佛要怎么个念法？大势至菩萨在念佛圆通章里面教给我们的方法八个字：度摄六根，净念相继。所谓度摄六根，这一句话就跟孟夫子所说的学问之道无他了。收回放心而已呀！我们的心呢，都散在外面呢。眼见色，这个心跑到色上去了；耳听声，心跑到声上去了。孟夫子说：“什么是学问呢？你能把这些放心收回了，这叫学问。”这个说法跟都摄六根的意思完全相同。简单的讲收心呐。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是都摄六根，然后那个念呢，才是净念呐。不是心清净了吗？清净心念佛，这叫净念。清净心里头绝对没有丝毫夹杂，纯善的心，纯净的心啊，没有一丝毫污染。我们简单介绍加这个说明清净，放下自私自利，放下是非人我，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你的心清净了。只要有这些东西有一丝毫夹杂在里面，你的心就不清净了。不清净的心生烦恼，不生智慧。所以我常常劝勉我们的同学，你们大家到这个地方来发心学教，发心将来做一个弘法利生的讲经的法师。讲经的法师要把经讲好，一定要开智慧。要开智慧，一定要断烦恼。不可以有丝毫的这些自私自利、是非人我、贪嗔痴慢、五欲六尘，有这么一点点夹杂，你的经就讲不好了。所以我常常奉劝大家发心讲经，一定要发心，放下寺院里面所有一切执事，不要去做什么佛教会会长啊，做什么住持方丈，一做就完了。你决定清净心失掉了，你被污染了。你要能把握得住，要守得住钱财一分都不能要。为什么呢？染污。财色名食睡，通通是污染。你要把它丢干净了。
这一生呢，你这个经就能讲好了，你会像佛陀一样广度众生。啊，自己的生活一定要过守住啊清贫，啊，一切随缘，绝不攀缘。啊，所以佛家的这个人才培训，上一次中国佛协副会长陶树仁居士到这边来访问，跟我们谈办培训班的事情，我就给他建议，我们培训讲经弘法的人才，在中国有2所培训班足够了。另外一种呢，是培训这个寺院庵堂执事的这个培训班，这个人要多啊。中国寺院庵堂很多，培训管理的人才。管理的不要讲经说法，说法的不要参与管理，要专呐，要配合啊，我们佛法才有救啊！啊，居士林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管理李牧原居士讲经，我来负责任，我不干涉他，他不干涉我，啊，我们两个密切配合。这个道场兴旺起来了，决定不可以说哦，讲经的法师高人一等，管理要低人一阶，错了，完全错了。佛在《大涅槃经》里面明文说得很清楚，讲经的法师低一等，管理人员高一等。所以护法功德超过弘法，你要懂这个道理啊。弘法的是什么人呢？学校里头的教员啊，管理是什么？校长啊，董事长啊，他们要不办学校，要不聘请你来教学，你一身的本事也没处发挥，也没得用处啊。所以一定要懂得，管理的人比弘法讲经的人确实是高一等啊，我们要依止他，一定要尊敬他。现在人懂得这个道理少啊，颠倒了啊，把这个教员呢看得高高的，校长董事长都忘记了，理都不理他，这怎么行呢？这佛教怎么会不衰呢？怎样改变大家的观念呢？我们讲经这个教员本身做起，我们自己恭敬护法的人员啊，我们知恩报恩呐、啊，我们头一个要报恩的，就是报恩内护啊。啊，我们今天在居士林讲经，在居士林教学，居士林的林长，啊，居士林董事会里面也主席，这是我们第一个大恩人呐、啊。啊，居士林从上到下，一直到义工，所有护持的人功德都不可思议啊！这里面人少了一个，我们的功德不圆满啊！主要的人要是少了，这个法会不能成就啊！所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师尊当年在世讲护法的这个任务，
富陀阁国王大臣啊，国王大臣护法，佛教才兴旺啊，众生才得度啊，正教相辅相成。佛教教育普及，昌盛，国泰民安，人民有智慧，接受佛教的熏陶，他懂得布施。他懂得持戒，啊，布施是什么意思呢？用现代的话，他懂得舍己为人，为社会大众服务，啊，布施是为社会大众服务，持戒是受罚，啊，忍辱是耐心。精进是进取，禅定是心里面有主见、有主宰呀，绝不会被外面环境所动摇。世尊在楞严经上说得好啊。地指先前的时代，末法时期，邪思设法如恒河沙了。这一句话，用现代的话来说，今天社会各个阶层，无论是人事，无论是物质环境，诱惑的力量太大太大了。这种诱惑就是佛在经上讲的邪思说法。他不是正法了，他教你什么？教你自私自利，教你贪嗔痴慢，教你专去干损人利己之事，这是魔啊，这是邪道，这是邪法。佛菩萨不是这个教法，佛菩萨教我们舍己为人。跟魔恰恰是相反的，魔专门破坏别人好事，魔专门障碍别人的善法，魔太多了。离魔园居士发心要建一个弥陀村，你看看多少次都被障碍了，都不能成就。前天这个德教主席请我吃午饭，昨天呢？昨天中午请我吃午饭，我们12点吃到3点钟。谈些什么呢？魔障啊，好事都魔啊！他们得教也做了不少慈善事业，没有一桩是顺利的。我在旁边听的，很有感慨呀，好事都魔啊！
魔障从哪里来的呢？看到你这个道场兴旺，人这么多，啊，供养这么多，别人在那里看到难过啊，总是想尽方法找你麻烦呐，障碍非常非常多。啊，这个年头呢，哎，做好事有障碍，做坏事没障碍。做坏事有好多人成就你，来帮助你，这岂不是佛在经上讲的吗？魔来掌道啊，魔希望你往三途去，他看到欢喜，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他恨透了。啊，我们现在是天天跟他过不去，就是要往上面走，不往下面走。啊，招惹许许多多障碍，我们自己要清楚，要明了。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好，你要明理。啊，要懂得无量寿经，或者是净土无尽一论里面所说的大道理，你不能够通达明了，不行啊！你佛念不好啊，里面的方法、教诲，怎么样教我们伏烦恼啊？这记住是净念相继啊，怎么样能做到净念呢？关键在这个净字。这个法门是净土法门啊，心净则佛土净啊。我们得多想一想，我们的心不净，这个法门虽然修学，只是种一个善根而已，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啊，一定要做到心净。心净之后啊，最重要的是相继。相继是永远保持，不能说我今天心清净了，明天就放一了，啊，就又回去了，这个不行。啊，相继是继续保持，啊，永远保持清净心。依教奉行啊，这个经本末后一句信受奉行，我们一定要相信，要接受，要认真的去做到这个奉行。用现在的话来说，落实在我们自己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这才叫奉行，才能够得到佛法真实殊胜的功德利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